我看那个新闻啊，太邪乎了，说什么 IG 惹晒 ，IG rookie，IG 结节 ，IG 嘎子，兄弟，不可能是真的啊！这我感觉不可能是真的，绝对不可能是真的，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你自己动脑瓜子想想，怎么可能是真的？这得多少钱啊 ？IG 惹晒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！真去 IG， 我明天直接把微博去对服撕了。IG 惹晒跟陆迪敲定了呀，我直播很大概率敲定了，基本上已经敲定了吧？只是很大概率。我大半个月前听说过这个消息。然后应该是 IG 惹晒杰杰陆迪啊，那些新闻说加了，感觉像是我加个韩，这配置太狠了啊！韩或者 Wink 吧，应该是。感觉辅助来个 Wink 好一点，那个 Wink 是抗压，没问题。我到时候输了喷谁啊？不了，对。那教练是谁？丹尼。教练吗？教练不知道。教练谁知道？这个队伍一般人就教不了吧？对，应该真教不了。我认真说一下，一个队伍里面还真的需要有抗压位，真的，不然的话容易爆。也不是爆吧，比爆更难受，就是爆不了。在爆的边缘，但是爆不了。应该就是丹尼吧，感觉是丹尼。我们有时候爆了都还好，爆了就是能把话说清楚。但是你不爆的话是最难受的。